不管怎么样，只要能走就行了。行了，别说了，那个手手容易，叫叫啊，把我从家里带那东西都拿走啊，这儿的东西一个都不要。啊，到时候我再给你准备几本书，叫叫，等你路上没意思的时候可以看。嗯，忘了说了啊。这些人除了我坐头等舱，他们一个都不姓事儿啊！我这听你们一个个的是憧憬美好的未来，美好的生活，我真是觉得，好好笑啊！那你要是不想走，你就留下来呗。他不是我想不想走的问题，也不是我愿不愿意留下来的问题。我告诉你们啊，据我统计，从 Z 行星过来飞船，那至少得飞一年呢。不是。你是不是算错了？怎么能飞那么长时间呢？我告诉你们啊，我可是按照爱因斯坦的方程式算的，你觉得呢？别老跟我提人，我怎么的？你让爱因斯坦现在站我面前，你看我笑不笑的？人家是真站在这儿，你还敢动手怎么样？别扯别的了。不管怎么样，就算是还有一年他们才来，那我们在地球上也要活得精彩一点。我觉得咱们要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。说得非常好。哎呀，我就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，我去补个回笼觉去啊！正好昨天晚上没睡好，哎呀，这眼袋可塌了。哎呀，走啊！我给我哥做个面膜。不是，哎，我是说要做有意义的事儿，不是说要做有面子的事儿。金亚，你表个态呀、啊？那我认为应该，我们应该盖个一米五乘一米五大金字塔。把我那夸扣里，然后这都封你了，戴个面具啥玩意儿呢？哎，呀，那数千年以后，科学家要发现你，哇、哦，法老！什么的，法老是死的，我扣里我是得扣一年是活的啊，那我怎么叫终身大师呢？欧小西，你不会也跟他们一样吧？说到有意义，我觉得留下这一年应该留下点回忆，比如说。对自己惦记的人做点什么，这比较有意义吧？说得好啊！好啥呀？说啥了就好啊？能不能说具体点？还不够具体吗？你不会自己琢磨吗你啊？亲爱的小西啊，如果你能看到我这漂流瓶啊，如果你能看着我这封饱含深情的信。我就觉得咱俩呀，就是这种缘分。哎呀，小西呀，干嘛呢？哎，啊，干嘛呢？你干嘛呢？我没干嘛呢，我路过呀。啊，你干嘛呢？我大小蝌蚪。我弄了几只小蝌蚪，然后我突然善心大发，我想给他们放生。啊，小蝌蚪，蝌蚪呢？罐头瓶里呢？罐头瓶呢？罐头瓶呢？哎呀，行了，得了，别装了。要我说呀，你这个人啊，不真诚。我咋不真诚了？你跟我说，你就想试试自己跳井里能不能爬出来，不就完事儿了吗？啊！我跟你说，作为一个生存大师，你这个项目我已经挑战过了。天哥，你看你虎了吧唧能干这事儿吧你啊？哎，你再跳就是第二。哎呀！